航天国会议员吴志成夫妇今天下午2:40搭机飞到台北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夫妇、救国团执行长宋时雪、韩国大使金贵元等中韩人士都曾经前往机场欢迎。吴志成夫妇在访华期间将拜会我国政府首长，参观我国各项建设，并且游览本省的东部和中部一带。中国文化学院将颁赠名誉学位给吴志成议员。吴志成夫妇预定在17号结束访问，离开台北。